好，感恩弥陀佛哈。其实我们的一生，原来就是呢，让自己适当的呢放轻松，这么重要啊、哦！感恩阿弥陀佛，我们也从这个学习当中能够经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啊。我们如何唤醒人们在一个拿捏当中的重要啊？对，这个是叫做放松哈、啊，放松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圣情呢，哈，是你最疼爱的宝宝，也希望他能够呢，凡事在人间不要用惊，哈、啊，就是说不用去太惊啊，放轻松啊，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西方的家啊，在人间就是很多很多的规矩啊，那这些是要让我们在未成就之前啊，就透过这个方法啊，感恩弥陀佛，让我们有更精准的方向啊。其实呢本来就是这么自然的啊，所以为什么人们将修行呢太过于所谓的这个太过了啊，所谓的严谨而过啊，再来就是呢太过于呢放松了啊，变成什么都不在乎啊，这些都是我们明白了啊，感恩弥陀佛啊，像这些的功德来回向的啊，我们也回向呢周边所有相关的啊，跟这个圣起有相关的啊，都能够回归净土，感恩弥陀佛。好，感恩，一切荣耀都交托。好，阿弥陀佛。